你好，静宝，我是陈文锦，是 HRC 的市场部门负责人。今年 HRC 将第四次参加上海静博会了。静博是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展示平台。今年 HRC 将一如既往携带轻量化复合材料的最新前沿成果，把我们的专业服务November.